各位小姑娘小小，欢迎回到文博会。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玩绿色啊。那带给大家的是由 Vertos 潮玩类产品万能侠系列的浩克。那这款玩具呢也是一个评测件，算是一个恰饭视频，非常感谢一下 Vertos。 那这一次的玩具呢略微有点可惜的是，我拿到手的时候呢已经是没有配备的绿色盒子，所以呢只能是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主体啊。各位大佬呢也是已经把这个主体啊介绍的差不多，那今天呢我们就随性来聊一聊盒子方面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万能侠的一个盒子呢，还是非常中规中矩，很标准的。在它之前呢出过一个同模的产品灭霸，盒子的封面呢就是浩克的一个 PS 图，那上面呢是有一些烫银的标志，还有复仇者联盟的一些标志。由于是正版的授权呢，所以该有的一些复仇者联盟的东西呢它都会有展示。上面呢是有浩克和蔡徐坤啊和班纳博士的一个合拍照片，这一侧呢是匣子形态。翻到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些产品信息。由于呢这个是正版授权，所以呢标志上面呢也是有正版的贴纸。整个的盒子呢我还是蛮喜欢的，但是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东西啊。我很早之前呢我就说过啊，他家的这个宣传小画册呢是属于特别有年代气息的那种感觉。当时玩 BW日版的金属变体的时候啊，它就经常会附带这种产品类的画册。而这个52的画册呢确实是让我有非常非常多的代入感，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有感觉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对他家这个画册呢是有独特的喜欢。这些东西呢咱们之前都做过啊，这个是一个老物新图加上附带的一个小枪，那这个模具呢我是没有做，回头呢有时间的话我想再去买一个冰镇小子啊，那个配色是挺好看的。这个是万能侠系列，这些呢都是比较不错的产品啊，当然刨去它啊。这个呢你可以看到我之前说的啊，这个紫薯啊灭霸是同模，而且呢后续出的这个反浩克装甲应该和这家伙也是同模的一个改模作品。然后回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猛兽侠，其实猛兽侠系列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洗礼啊，出来的一些重图作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一次呢它有些东西呢它就没有画上去，比方说我之前介绍的那个紫透明剑版本的那个三角龙啊，一些配色啊略微有点可惜啊。这个是2020年的一个新画册，说明书方面呢比较舒服啊，它是从正变变成逆变，然后呢再从逆变变回正变，我讲的算是蛮详细的。所以整个的这个纸品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说到了主体方面，这个主体方面的匣子形态呢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觉得完整性来说还算是不错，但是有一些时候呢我觉得可以设置的更好。比方说这个螺丝钉啊，这个螺丝钉呢如果是换成黑色的话可能一体性来讲会好上一些，整个的一个紧实度来说蛮不错的啊。由于呢没有匣子来进行一个互动展示，所以呢我们直接就是看这个所谓的匣子形态吧。几个面呢，这个面暴露的是稍微有点多的，可以看到胯部和腿部的一些关节。这个脊梁骨的位置呢是做出了一些刻线的刻画，这个位置呢你可以看到人形的头部与蔡徐坤的一个头部，两只手臂胸甲，整体来说呢算是一个比较饱满的小潮玩。那变形的方面来说呢也是非常简单，从正面呢开始给各位变的话我觉得会演示的更加清楚。首先呢我个人习惯呢是把浩克的这个手部给它解锁卡扣，这一侧呢也是解锁，在解锁之后呢蔡徐坤就出来了啊。其实呢你说他像班纳博士吧，我真觉得他一点都不像啊，把他通过滑槽给他滑上去，手部呢给他调整一下啊，他这衣服还是挺像班纳博士的。那人形的一个班纳博士啊就很简单的就在这个位置上的啊，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详细再聊啊。这个家伙代入感太强了啊。接着我们来进行一个变形，手部呢通过两侧的关节把它旋转到位置，并且呢旋转一圈，手部的该摆出的造型呢就给它调整一下。就是这款玩具
整体的变形呢真的一点都不难啊，算真的算是一点都不难啊。两侧呢通过胯部啊给它放下来，哎，胸罩的部分收纳上去，卡扣呢卡住整个的关节部分，哎，调整一下啊，这个哎好像这面是正确的啊，然后通过这个关节给它没有螺丝的这一面啊给它旋转过来。这个玩具呢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想讲解什么，本身潮玩类的玩具能做出一个变形设计来讲它就是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呢玩儿家的玩具呢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潮玩类型吧，就很简单也不难，但是呢还很有感觉。那在说话期间呢这款玩具呢就已经变形了。大小方面呢我们来做一个测量，大小方面在9厘米啊，啊9厘米。然后呢这款玩具呢刚才在已经变形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是手上的评测键还是怎么样的原因，我觉得它站立性不是特别好。如果你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呢它整个的一个站立性呢算是很稳当的，但是你可以看从这个背面啊它是一条直线下来的，脚后跟的一个延伸呢和背部呢是呈现一条直线，所以呢你从它正面的时候你不动它，它整体呢是站立性都挺好，包括这个班纳博士啊都挺好，但是呢你稍微动它一点就站立性是不特别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蔡徐坤小班纳博士的一个可动。首先头部略微可以伸长一点点，头雕呢真的是很萌啊，你要是单独把它拿出来的话啊，我觉得你说它像蔡徐坤吗，它比较像，但是你说它像班纳博士吧，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代入感。由于是变形需要，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这地方滑动的时候呢，班纳博士就可以给你变魔术，也无头了。但是呢，整个的一个把玩手感来说偏松了，不是特别紧实。手肘的部分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关节，在这个部分有一个180度的活动轴啊，算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可动性。腿部呢就是前后的一个可动了，大约45度。嗯，整体性来说呢涂装没有什么问题，这小人特别特别的萌啊，特别特别萌。然后呢浩克呢我们再来看，首先呢是头雕方面，我觉得这一次头雕做的是真的蛮有神的，整个的头部旋转呢是非常好，只是它后面凸起的这个肌肉走线呢像一个围脖一样跟着你旋转。而且呢我其实给52做一个建议啊，就是你把这个地方呢稍微改动一下，把脸涂红，把这个地方呢稍微削一削，然后呢你还可以涂一个地狱爵士出来啊。嗯，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小东西。胸甲呢刚才已经说了，这一次呢机械感非常足啊，所以上面呢是有很多线条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线条类的东西呢再做一些金属色的分化的话，可能机械感会更足一点点。当然啊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因为在电影里啊这个浩克呢是一个有机生物，它不是一个机器人啊。在肩甲的部分呢你可以看有一定的活动性啊，手臂的跟关节支持360的一个旋转，整个的紧实度来说呢比较不错。手肘在这个位置呢有这么大的45度的活动性，结合关节呢是一个球形关节，我手上这款呢略微有一点点松啊，不是特别紧实。小臂的细节刻画呢算是比较丰富啊，各个层面呢它都是有一些细节。手部呢可以有360的一个旋转，并且呢拇指呢你老勾勾出来干啥玩意儿啊，一个拇指可动，一个食指可动，剩下三指联动。但是我手上这个手感来说不算是很紧啊，偏松的一个手感。另一条手呢和这个是一样的，腰转部分呢是可以腰转，前后的区分呢也是比较简单，有螺丝钉的部分呢是后面啊，没有螺丝钉的部分是前面。腿部呢前踢摇一摇晃一晃比较紧实，后踢摇一摇晃一晃也比较紧实，侧踢呢其实也可以做到平台，甚至呢你胳膊倒让出位置的话，它的平台呢可以大于整个的腿部。所以说这个家伙呢活动性呢还算是比较好啊，整体上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不是那么样的紧实，略微偏松的一个手感啊。在腿部的这个膝关节的部分
它是这样一个屈膝关节，所以呢里面有一个球关，还有一个铆钉槽，你可以通过这个关节略微有一点点拉伸，然后呢胯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拉伸收缩的。脚底板的部分呢也是机械感比较足啊，上面的一些刻线呢整个方面来说都是机械感比较足。在后面的部分呢是我比较喜欢的，类似于上面的一些脊椎骨的造型，它是有刻画出来。虽然呢这个浩克不是机器人，但是这几个点也确实啊非常 get 到我，所以呢整个玩具把玩起来的一个感觉呢我是觉得非常不错的。那最后呢也是顺便预告一下吧，恰饭的地方呢结束了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啊，有两个点呢是需要跟大家聊的，这两个点呢也是正对着前一期视频和接下来要做的一期视频啊。首先大家问我这个东西该涂什么东西，该准备什么东西，我先告诉大家需要准备什么啊，是需要准备自洗液两瓶，我用的是黑色的和棕色的，笔刷、棉签若干，消光漆一瓶，这就是准备它的一个工具啊。因为呢目前为止这款评测件是因为我开盒中奖了啊，要等一段时间给大家做视频。第二点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上一期视频有一个地方呢我真的是很瞎没讲到位，第三版呢在这个位置它是断掉了，它就是没有涂层没有漆面啊，但第二版呢是有这个涂层有这个漆面的，再次补充一下。顺便我想说一下这期视频有人说啊是一个什么阴谋论呢，是因为我跟厂家有一些什么不愉快啊，我想说并没有，厂家的一个做法呢我觉得是对的，至于割韭菜这件事情呢也算是一个调侃，毕竟市场有缺货你出再版没什么毛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确实视频里要怼一些人，怼的这些人呢就是你一个二版本来178的东西你要卖356去坑别人的人，不好意思，这期视频呢我就是冲你们去的。我想做那期明确的对比也是告诉你们，既然没有差别性特别大，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差别性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前提下，你们为什么要买一个更贵的玩具呢？而且那款玩具优越性来讲呢也没有突出什么，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好了，今天视频呢该唠的唠，该说的说，咱们这一期视频到此结束，拜拜。